出嚟 post 過。跟住我同佢講咧，佢又話：嚇、啊、你要我睇成本書啊？我又真係買啦咁樣。有錢冇價。即係係啊，即係成日都會遇到啲問題喎。咁其實因為香港人個閱讀習慣就係慢慢開始要揸起本書，真係好難。其實你有冇諗過呢個問題點樣去？其實係去延伸。或者會唔會搞眾籌去另外一筆錢去 support 下個 band 先？哦，到目前為止，我自己嘅諗法咧就係、是、我哋都唔需要眾籌。不如先講下你嗰本書，即係嗰水間嘅書咧。攞起手真係唔係好想睇，即係我覺得第一設計嘅問題，第二你哋講得啱嘅就係、是。其實香港人誒會支持你做嘢，但係佢未必會睇你做嘅嘢。呢、這個係誒，唔知道我哋太忙啦。係啊，甚至有啲講到話，我捐錢俾你都得，你唔使俾本書。係啊，你唔使俾我睇啊！我只不過想人做嘢嘅，做啲嘢嘅啫咁樣。香港人就係咁。咁但係即係要行多步咯。即係而家嗰個廣告就係啦，你要行多步。行多步係咩呢？就係氹佢睇咯。譬如種植香港，譬如我哋講講農業、講種植嘅文章咧，其實喺嗰本雜，即係我哋而家呢本種植香港嘅雜誌裏邊咧，其實可能係同你哋嗰本中土啊，或者係水耕咧，係冇分別。嗰篇文章本身，無論係閱讀嘅難度及長度，都可能係一模一樣。但係只不過擠喺個位置同埋隔離嗰個插圖係唔同嘅啫。OK， 感謝有人啊，即係買翻嚟睇。咁呢個係需要氹咯，好多時係啊，你會令到佢覺得，唉，我其實唔係咁 happy 嘅，即係睇一本雜誌，揭下揭下，揭下揭下佢就揭完咯。尤其如果佢擠喺廁所咧，佢始終會揭得完嘅喎，即係悶到咧就呢篇睇完，唉，睇埋呢篇啦咁樣，就係咁。咁本研社嘅書其實係即係好有份量嘅嘢，但個問題就係你叫人要由前頭嗰個字睇到言尾嗰個字，咁叫人個 topic 睇完，哇好長啊咁，係咯咁。咁但係嗰本雜誌其實都我都係希望佢由頭嗰個字睇到最尾嗰個字，不過係斬開嚟啦，斬開嚟覺得自己冇問題喎。但係咧，你叫佢睇成本書，佢話啊呢個 topic 好靚，我覺得個問題咁。係啊，話時話你翻去追下檢稱。他答應了兩期的稿都沒了三期因為其實我們這本雜誌很想說的就是講規劃，那本日常其實都講了規劃的東西，所以中土啊、中土和農業的關係這些，其實之前跟阿龍啊、跟阿劍青他們討論過，就是你們可以譬如在第一、二期或者第三期那裡輪著去出一些相關的文章同我哋農業嗰度可以配合翻啊，係咯，咁係咯，又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就係你嗰啲稿如果又係本研社印一本書，係冇人睇嘅，嘥咗你啲研究嘅心血喎，咁不如攞啲過嚟啊！